教育普艺术、教育贡献奖今年攀到第六届耶，里头会表现出学校当中传统艺术教育的高层。今年是头一摆，里头共强天师来制作播出艺术教育贡献奖的纪录片，按照年会求金，今日投教育部判数部记者费。节目会同艺术教育今开始投达礼拜六早晨十点半，投共强天师台来放松。弄不太黑怪小学生的现场指导教育部长潘文忠同共享天师董事长陈玉秀新北市乒乓球中心怪小教长讲，成立种种戏沙团是想爱啲学教教来本学生的了解台湾传统文化的根本，高雄市闽南国中为了传承客家文化，贴片墙的形象来教学生的也得对神发独行来学，然后也是教戏剧的，两个人就跟着两个人这个闽南的故事，我们自家的故事都编啊，提啊，你剧本提过去，啊，声音就透过这样子的，莫想同我们自家家乡的故事哈，也都刚刚讲啊，哎，够神奇啊！高雄左营高中舞蹈班的学生诶，从现场表演芭蕾舞，跳出部分丘比特同赛季的故事。舞蹈班的先生董世文传统教员示范顺序表演，问学生的行业三期，同艺术带你参加的神发导航。教育部推动美感教育，那么尤其艺术教育，对学生而言，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素养。那在103年开始，我们对推动艺术教育非常积极的学校团体跟个人有举办了艺术教育贡献奖。艺术教育贡献奖纪录片《年会究竟》对六年艺术教育时，特礼拜六早上十点半透公司播出，有新意向无同样的主题，包含嘅艺术类型有布袋戏、石鼓吹、自强雕塑也得，展现出丰富嘅美好故事。客家新闻王英切、林明义特别报道。